老花一美对答，回答一下这方面的谣言。第一块说，老易，柠檬掉叶，用肥了没用，24度、40度、60度，向阳南点点光照 C 位，把花揪了，让它好好长叶子。这个醋宝哈，我跟您这么说，在开花时期就像人怀孕一样。你像说，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就会掉头发，这怎么办？是吧？它开花的时候就会这样。你要把花弄了，你想想哈，咱们就这么说，你要的是它开花，要的是它香，你把花撸了，让它长叶，可以吗？也可以。但是我跟你说，醋宝，你虽然说你的这个光照在 C 位哈，其实光照还是差那么点意思。我看到你现在的这个盆土了，现在这种时期呢，这个根部哈，它是有一些个闷的。你要了解啊，这个根部，你像有的话说，我看人家地栽的就长得很好。你想想这个地，它是很宽广的，它的这个根可以有肆无忌惮的去长。而咱们用这种盆的时候呢，最缺乏的一个是什么呢？透气性。好的话说，老万一人地里边那个也不透气，地里边有很多的微生物的，有很多的小虫子在帮忙输送，在松土啊等等乱七八糟的，而且它根长得很广，所以说它不会根部缺氧的。像这个呢，就是有些根部缺氧，有些闷根而导致的这个叶子有点掉，好吧？以后臭宝在养花的时候，你像这么大的瓷盆，你真喜欢那种哎能够传下去的这种一盆传三代的，你就选陶盆，有一定透气性的，像那种瓦缸盆、瓦罐盆之类的啊，那个比较好，好吧？现在就是有一点略微的闷根。肥料这一块呢，别光想着哎我给它补速效肥，底肥也可以用一些。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盆土，我现在看不着，我就感觉你看你下面的这个草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生物什么植物哈，它就有一些个缺肥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它长得就不行，说明什么呢？这个盆土里面的氮肥是不够的，有机质含量也不够的，明白吗？臭宝，嘿嘿，可以用一些粪肥啊，可以用一些个那种缓释肥做底肥啊，就解决了呀，营养它就全面了呀。我要的是葫芦，光让它开花了，它肯定掉叶，还没结果呢，结了果都掉没，叶全掉没。你话说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这是植物的一个正常的生态啊，宝贝儿。加个臭宝，好像墨迹的有点长啊，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我老一两盆风车啊，现在风长有点慌，需要做点啥吗？需要做点啥？需要点根烟，坐到沙发上静静的欣赏就行了。疯狂长芽子好事啊，宝贝儿，这个时候你只要是给足了光照啊，别缺了它的肥料，它就嗷嗷一个劲儿长就完事了，你好吧？嗯，交给时间吧，别的不用管，挺好的，太棒了，哇塞了。嘿，我们家的吗？咦嘿，真漂亮。嗯，加豆包黄杨叶子干枯了，月季死了，剩一个小苗了。啊，黄杨这个缺水了，宝贝儿，缺过水，缺水，缺水。这个花友养花停留在第二层，第一层的花友是什么呢？天天浇水。第二层的花友是听了老花艺以后不敢浇水。第三层是该咋浇咋浇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浇水多琢磨琢磨，多练一练，好吧？也是给足光照。然后呢，再说一遍用盆哈。用盆，我不论大家用什么盆啊，你用瓷盆也好，用什么盆也好，一定要保持一个排水和透气性，明白吗？没，如果这个盆土不够透气，它就不长根，不长根它也会掉叶子，闷根也会掉叶子，明白吗？宝，你的月季没死透呢啊，还能活起来啊，还能活起来。适当的，你像这种时期养月季哈，你就可以用一些薄肥，像花多多一号这种通用的均衡的，或者是花多多十号这种工业的，哎，让它先长苗子。好，下个臭边荷兰铁，叶子黑边了，咱们看一下，黑边一个俩很正常，没啥事。现在这个时期就是叶子长得很多。完事了，你可以加大一下你的水量哈，你不能很干了，你浇的时候也要浇透。然后呢，该用一些肥料的用一些肥料，肥料可以多来一点。现在春天万物复苏生长时期，好吧，你叶子不好的抓住往下一拽就下来了，叶子不好的彪拽下来了就完了呗，该咋养咋养啊。花盆啊，我看贴的地面太紧了，稍微垫高一些，找个瓦块之类的，你给它离开地面1厘米，让它接点地气进去。老一辈的会跟你说话，不接地气，说白了还是俺刚才说那个盆土不透气，它就也不行，明白吗？下个臭包，老花一打倒了，我还怕你打倒吗？我就怕你什么时候不来打倒我了。这个重瓣的风铃消包了啊，看一下，就有点缺光啊，就有点缺光，然后空气湿度差那么一丢丢的意思，就是有点缺光啊，有点缺光，别的没啥。肥料这一块它应该是不缺的，你只要光照给足，像一般这种草花子开花它都会很好的。肥料给上什么牌子的无所谓，什么王大爷的也好，美乐科的也罢，花多多的也可以，这个是次要的。肥料在养花是排到最末尾的一个环节，明白吧？就是有点缺光，这个花友肯定会说，哎呀我也不缺光，怎么不缺光？你把光照最好的 C 位给它妥妥的，
OK 没问题的，好吗？瞎扯王，老汉一日香的叶子怎么这样了？黄叶子了啊，黄叶子呢？这个是好像是缺过水，它这种片片的黄是缺过水。然后呢，我看这个还是有点那种营养不良的感觉，是缺乏微量元素，可能是用了一些肥料，但是呢，镁、铁、铜、锌、氮，就是像氮肥这些个是比较缺乏的。像花友们用泥土或者沙土养的花哈，用一些个粪肥是很可取的，是很理智的，完全 OK 没问题的，好吗？臭宝，好了，希望花友们养花的时候，你看，其实结合起来讲，还是跟我以前讲的那些差不多，就是盆啊、土啊、光啊、水啊，是吧？最后一点叨叨一下肥料。好了，今天养问题呢就到这儿了。其实来来回回呢说来说去还是光水土气肥的事，觉得不错啊，记得点个赞啊，麻烦大家了。然后呢有其他养问题也可以私信，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，最好是来张图片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自然一。